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韩国留学通网。那么我们在学习韩语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听到同学们这样抱怨，为什么我的韩语水平呢停滞不前啊？好像遇到了这个学习的瓶颈啊。那么是因为呢，我们的韩语水平呢已经到了可以跟韩国人交流的水平了，但是想要达到这个像韩国人一样说的话呢，那么还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语法。那么今天呢，为了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呢，我向大家推荐一个新的课程，就是 TOPI 韩语高级必备语法课程。那我们的课程呢，一共总结了90个在高级当中呢经常出现的逢考必出的重点的90个语法啊，并且分为了5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呢都有一套综合练习呢，帮助大家巩固提高。那么我相信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课程呢，不仅仅可以让大家呢，顺利的通过我们的高级考试，并且在以后的论文发表、写作、翻译当中呢，都能够更上一层楼，做真正的韩语达人。那么此外呢，非常感谢大家在5年当中对我们网站的大力支持。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呢，我们的会员数已经超过了17万人之多啊！通过我们每年不断推出的精品课程，让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韩语爱好者都能够足不出户就能够学到地道的有趣的韩国语了。那么也希望呢，在2016年当中，大家继续多多支持我们的韩国留学通网，我们也会以最好的这个样子呢来回报大家。那么最后呢，我们俗话说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就跟我来一起学习我们的新课程吧。여러분우리열심히합시다